你这个是银针还是？这个啊？嗯。这个属于毛尖。毛尖。哦。是安化生钟形状。哦，安化生钟。安化生钟形状。哦，安化生钟形状，形状。你这是这选什么呢？选这种黄色的叶子啊，一些杂质啊。哦。嗯，像这种杂质，就把它选掉。嗯。哦，选那个没有成型的。哎。嗯。现在我们是在针上是吧？写写针。照片墙还是16年时候画的。这个。画也一直没去换。哦，这个愿望服务员的平替，云能平替的是专门为你替的，还是整个这个服务卷拆？就是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帮我替。哦，这个谁在印？就是你一个人在印还是谁？就我一个人。一个人在印。嗯。那就是专门为你替的而已吧。嗯。哦、哎，那就换。嗯。新人民交易实现嘉县扶贫村教育振兴经济发展的愿望，袁隆平提
2018年10月18日，哎呦，这个时间很好。